喂，听到吗？听到吗？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吓？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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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喂，声音画面好细声，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一日唔开始住，想试下试清楚先，太耐冇开台。喂，冇开始住啊！喂，老友，等等啊！喂，而家咩啊？大声啲，好细声。喂喂喂喂喂，OK 未啊？OK 未啊？Over，好细声。而家仲人声再大啲，而家够未啊？好。有几细啊？有人话声画正常，有啲人话 OK 好清，声画面声而家 OK 未先？开始咗试清咗先啊！太耐冇咩，而家 OK 未？Over，Over，OK 啊！而家系 OK 未？定再大啲？定够未？O.K. 够啦，而家我哋正式开始系嘛？O.K. 啊，开台咯，开台啦，九点半就要睇达哥，而家可以开始啊，正式开始系嘛？啊，声音画面都冇问题啦嘛，O.K. 啦，O.K. 开始啊，Let's go，Let's go，Rock and roll，啊，高啦，Let's go，成龙师姐姐好耐都冇见咯。啊，师姐姐都好齐人，EXO 阿四、Oscar 成龙，啊，迪基亚，啊，跟住仲有咩？King Kong 啊，系嘛？全部都喺晒度，租仔，啊，全部都喺度啦，齐人，啊，你有冇准时啊？迟到罚钱喎，啊，因为我系唔会迟到啊，我永远，你皇帝会离开嗰个皇宫咩？我算点好会咧，有九迟点到半咧。啊？你话咩罚我钱呢？系傻嘅，因为我不嬲喺度。你会唔会同喂皇帝有问题喎？罚你咩收罚皇帝钱？冇可能呢样嘢。况且我系根本已经喺度，我根本已经一早问题系嗰个啊电脑嘅问题，太耐冇搞咯，因为都你迟到啊，点计啊？喂，而且达潮时间系准时嘅，虽然我系花咗少少时间去搞吓，但系都系啱啱删好嘅咗啲吓。filter 佢啊，1:30，好啊，因为你有冇睇个相对论三时点间系可以扭曲嘅，你好难可以好难去讲话我呢琴日你嘅先时开间咗同我嘅时个间系波，咪正常今日咧？先咁开咗啊，个即席有唔咩面系嘅，即系唔系嗰回事咯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系嘅。系嘅，但系我冇犯赔啊嘛，问钱题啦，大哥。系嘅，天子犯法系与庶民同罪系啱嘅，吓，但系我冇犯赔罪啊钱嘛，问啦，冇题，得我甩冇甩。犯法啊嘛，呢个先就系嗰个关键所在咯，啊，一分钟一蚊咁少点止啊，我一秒钟已经系3亿兆啊，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啊？你咩一分钟一蚊？罚迟到一秒啊！罚已经系即刻罚你3亿兆啦，3亿兆经啊！你知唔知啊？经系最劲嘅，我话俾你 game 声嗰啲 O 唔 OK？你自己留意下，喂，因为太耐冇试，你哋试真啲声嗰啲。而家 game 声啊，我嘅声啊，嗰啲有冇咩问题？吓，game 声嗰啲有冇咩问题啊？啊，好耐冇，好耐冇得冇去踢拍，波想拍，game 就都去未热拍。身，波都劲耐冇踢，OK，所有嘢都 OK，有少部分人声再大多少少，你大部分 OK，你自己校大啲啊，你自己吓。开波啦！你自己揿掣较大声啲咯，啊，你自己扭大啲声音，啊 OK 咯，
我会唔会即刻先拔头筹借落去啦？食龙，可惜啊，唔射啊，礼让。咁啊，讲下啦，大家新年有冇咩做啲咩？而家仲系新年喎，可以同大家讲，因为而家仲未过年十即系一正月嘅三十啊。啊！祝大家今年咧就心想事成，万事胜意，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财源广进，事事顺利，开开心心啦！咁啊，之前都有讲过嘅，即系新年咧，我哋即系通常玩 FIFA 都希望系全取嘅，系咪？第一场咧就系好紧要嘅，即系呢一个系，如果你第一场赢波，先拔头筹咧，成年行大运嘅。啊！呢個係有關國運嘅，即係同大家都係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所以你應該係為我哋嚟打氣嘅，即係你都希望我哋係贏，即係炒人咩八個一皮啊嗰啲咁樣，咁大家就成年行大運，行運一條龍，好意頭啊！即係新蒸頭第一場波嚇、啊、就贏到開行咧，咁啊自然就意頭好嘅啊！即係大家知道哇，今年真係～猛如龙，真系踢波踢到人中之龙咁样啊！哇，小心啊！呢下我哋要喳喳声嚼翻一粒先，因为咁样就肯定和啊，大家和和气气啊！今年就咁嘅意思，赢就系大家赢到尽啊，开开心心啊！咁啊最好啊呢两个结果啦，咁当然你最后一个结果我就唔会讲嘅，系嘛啱嘛？好，小心啊！哇唔系啊，大佬，哇好险啊！咁大家新年有做过啲咩啊？新蒸头，你有冇跟？即系今年就因为发生咗少少事件咧，就冇同大家嚟讲下我新年有啲咩要咩禁忌。以往我又会每年都系提醒你哋，即系唔好即系啊，冇咩新蒸头嘅剪头发啊，点有机会啦，铲落去，靓啊，仲有机会，俾我，可惜啊，呢下大力吊上去就得噶啦，大斩。可惜啊！啲人扯得好勁喎，係咁喺度拉搶啊！喂，佢哋可能喂，如果對面係香港隊，你可能已經唔係新蒸頭啦，一場波你可以放，你唔需要咁認真踢，因為呢個對我哋嚟講啊好緊要，對你嚟講可能只係十幾場賽事其中一場就唔係。哇！呢下咁樣難接啊！你又可以唔需要咁認真踢嘅嚇。一新年有系啊，会提醒你打年兽咯，会同佢讲年系其中一种好邪恶嘅动物，好恐怖啊，惊红色啊。以往有提你咯，今年系未有机会嘅。咁啊，新年我做过啲咩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新年咧就例牌我会行花市嘅。咁今年行花市咧就有一档咧就都几好嘅，有一档就系之前已经，因为我年年都会买花，咁有一档咧就已经即系记得我，佢就话之前就已经事前，因为你有时咧年三十晚去花市逼到黐线，同埋啲花有时已经俾人拣晒，即系有一档系好好嘅，就已经留定堆花俾佢，佢一早已经喺度问我喂，今年系咪嚟买花啊大哥？跟住佢话我留定堆花俾你，跟住我话好啊，拣啲靓啲嘅留定，即系都好好咯，即系行花市嘅时候都有啲有趣嘅事件咯，跟住喺度行，即系有啲人，跟住有一档咧，好过瘾啊！话咩啊？我行花市。顶啊靓啊！比赛，唉，入，我识。咁咧行花市啫，通常咧就越夜越平啦，啲花系嘛，越夜越平。咁咧就越夜越平啦。咁咧跟住咧就唯独是有一档啲花咧，我行晕咗啦。啲花档有一档啲花咧就死都系劲贵，我唔记得咩菊花，唔知咩白。百二蚊唔知先至兩支定點啊？五萬蚊一支咁上下啦，即係百二蚊三支，好似係咁。咁咧佢就話咩？佢話係啊，我唔減價。我一開頭咁問佢，哇咁貴嘅，之後佢話係啊，我唔會減價。之後我行勻一圈咧，就佢最靚。之後佢就喺度笑笑口，佢見到我翻轉頭笑笑口，佢話後生仔，佢話知道我啲花靚啊，你嗰係一個阿叔嚟嘅。佢話好似嗰啲。漫畫比達嗰啲咁嘅嘴歪埋一邊喺度，佢又話咩？佢話知道我啲花靚㗎，你佢話我係唔減價㗎。佢話我話我到到佢話呢個鐘數，我仲夠膽企㗎。佢話你就知道我咩料啦，我啲花佢話就係有好嘅質素，到啩？我即刻爭少少頂。
佢話咩誒？佢話我啲質素啊，梗係靚噶啦，點會減價？佢就話我都睇死你要翻嚟買噶啦。佢係咁講，佢話靚啊咧。佢話全，哇！你全個維園花市俾我射，我識啊。仲有入咗去先啊，唔使講咁多，借我去靚啊！哇！即刻中柱爭少少啊！跟住咧就佢就話知道我啲花靚啊你，跟住佢就哼，跟住我就賣。即係我就賣去第二次賣去，我就話啊、哎、有冇老闆有冇得平啲啊？即係話冇啊！佢話呢度我話我啲花最靚，唔會平。佢話你揾唔到噶啦，我呢啲花佢話咁靚嘅菊花你揾唔到噶啦。佢話要啊要，唔要就佢話你去揾第二間買啲平啲咯。我呢個就咁係咁上下，之後就冇計焗住買咯，因為真係最靚，質素係咁，一分錢一分貨咯，係嘛？好。掉我入啊！哇，咁都唔入又打耶鬼婆，黐线 ！Ted is back 啊，喺度写啊，好咁咧，跟住即系行完花市啊，之后翻到去已经劲夜，之后喺度插花啊、剩啊嗰啲咁样咯。新年期间咧都多少少空余时间都做，都即系去休闲下咯 ，relax 又去咗台湾咯，去台北游戏展咯，你可以睇到去台北游戏展，去台北游戏展最多人关心咩就唔系关心我系做啲咩嘅，我去向系咩最多人关心就系咩台妹，即系喺度同台妹喺度玩，即系我喺度打铁拳啊嗰啲啦，咁其中有一幕咧就台北游戏展呢、這个达哥益你啊行之台北游戏展篇咧。咁咧就最多人關心咧就係有一幕咧就要影相嘅，咁就即係佢又可以同你合成張相咧，就同阿 Band 帶入邊嗰啲遊戲角色啊、嗰啲場景啊咁啊合照。咁咧就有一位台妹嘅工作人員咧就係服務嘅，佢就會到幫你啊撳掣啊、影相啊嗰啲咁樣。咁最多人就留意嗰度，即係最多人就關心嗰個咯。跟住我就有同個台妹有交流嘅。之後我就問影完張相，我就問佢：我喂影成點啊？跟住佢就話：啊，不錯啊，很好啊。之後我就問佢：真心說話？跟住我係咪真心說話？佢真心啊，佢真心啊。即係因為你拍得很對，佢咩很真，佢話即係拍佢影得好好啊，即係 key 落去好真實喎、啊，或者點點點點點。啊！你最多人留意呢度，我全部人就係講討論嘅焦點係喺嗰個位置喎，都幾好玩嘅。台北遊戲展我都覺得唔錯。之後就仲有咩啊？仲有一段咯，一段扮舞視片啊，你都有睇到啦。我扮舞視片，哇！拍嗰陣時都超凍噶，冬天之後就去荒山野嶺，梗係你知道舞視衫又唔會話好暖，你就知道啦。我就係梗係嗰陣時工作人員話驚唔驚凍啊，怕唔怕？我話冇事，我話我有真氣護體，我 OK， 我話運用住啲內功頂頂先就 OK 嘅，我話唔怕凍，我話同大家一樣啦，即係高登仔嗰啲。呀咩零下咩負273度都係天氣開始轉涼啦，我話呢啲。香港你有幾凍啊？我冇所謂，係嘛？照照去冇問題。咁啊，跟住咪喺度見到我咯，你咪見到我喺度揮刀嗰啲姿勢咯，有板有眼嘅，係嘛？嗰度係馬騮山嚟，我話俾你聽，拍攝嗰個場地係馬騮山，真係黐線。嗰啲人咧之前就有講話咩啲馬騮，之前有報道話啲馬騮係癲嘅，跟住我嗰陣時係真身體驗到啲馬騮幾黐線。咁咧話説咧，就有工作人員咧買帶一啲嘢食上山，即係咁樣哦。拍攝途中搞到有啲水糧食下啦，咁行山途中啦，一路行個黐孖筋，跟住咧一開頭咧就見到一隻馬騮嘅，佢好快咁跑過，之後我就誒咁奇怪，佢點解啲馬騮咁快經過咩事？之後突然間咧就原來點解跑咁快咧？就後來咧佢就有一群馬騮三四隻嚇。喺樹度咧就急降跳咗落嚟，咁咧佢就即係喺我隔離經過啊，奇怪跑去邊啊？之後原來我身後咧就工作人員咧，其中一個咧就攞咗好多食物嘅，即係成扎馬騮癲咗咧，就走去喺度搶個工作人員堆食物，成兜咩有啲包啊、點心啊嗰啲咩聞到食物香味，嗰啲馬騮就全部啊衝埋搶，佢話搶到癲，佢話冇辦法，佢話佢自己都唔夠膽去即係阻止啲制止啲馬騮，就唯有俾佢搶，跟住成兜食物冇曬。
即係我哋就係喺冇即係有一段時間冇水冇糧嘅時間咧，就去嗰、那個就即係拍攝咯。咁拍攝期間咧，就嗰、那個即係你會見到我有真功夫嘅，即係你見到我擺啲架勢啊，超型啊，舞刀弄劍嗰啲係一流啦。即係同埋我眼神，你就知道戰將嘅眼神係點，我就完全演繹到俾你睇嚇。同埋嗰個咩咩啊？有啲人話咩花果山，又話咩？係啊，你可以話個馬騮山同花果山差唔多咯。有位兄弟話試過咩揸電單車上去，跟住話啲馬騮搞到你爭啲炒車，好癲啊！嗰啲馬騮真係黐線啊！即係有啲人話係佢即係縱慣咗啲馬騮咧，即係啲馬騮啊開始癲咗咯，就見到嘢食就搶，即係以為嗰啲一定係要俾佢哋啊咁樣，野性難馴，有機會啦。俾到入去就發達，我而家爭少少，哇！即係呢個就係所以點解咩唐三藏蛇啊，咩劣後，咩野性難馴，之後就係喺度念緊箍咒、金剛經喺度嚇，波耶波羅蜜，借落去，靠你啊！啊！我識噶，爭少少。咁咧就係咁樣咯。咁你見到我啱啱我講到咩揮刀係啦，即係你見到咧就即係無獨有偶，近排咧就木村拓哉就有一條無限之住人嘅片嘅，即係喺度，即係佢都係扮冇事啊。咁啊，大家知道咩事幹啊？點解咧？點解會咁樣咧？點解咁巧？點解會大家都係扮冇事？點解會咁啱？又係呢個時候咧，就係因為大家個樣係差唔多，嗰、那個思想啊，自然都係咁樣噶啦。即係就係大家咁啱，做下冇事都唔錯喎。係時候呢個季節啱咯喎，係時候要嚇揮下刀，舞刀弄劍咯喎，就係、是、咁樣，跟住就咁啱咯。咁你可以見到我同木村嗰、那個。个功架系差唔多嘅，个入咗第一球啦，恭祝即系预祝大家应该会行运一条龙噶啦，好兆头，新正头第一场波赢，就成年都赢，系嘛？呢个就系咁样吓。有啲人话啲马骝可能有艾滋，就千祈唔好掂佢。即系点解咧？点解你会有呢个讲法？就系啲人有讲咩艾滋病咧，本身就唔属于人类嘅。呢个病毒咧就系猩猩嘅，咁就系人类。即系咁，点解后来？我话你奇怪，咁猩猩嘅病毒点解会传染到人类咧？因为呢个艾滋病毒仲有体液传染嘅，你就会奇怪。咁咧點解哦？即係唔係好似話禽流感咁啲雞咧就哦有即係喺度感冒啦，啲雞感冒梗係會全靠空氣傳染係唔得嘅，因為艾滋病嘅病毒咧係見光死啊！我哇！借落去，哎呀又中住，咁低能啊！第二球啦。艾滋病嘅病毒咧就即係唔即係經空氣一掂到空氣就即刻死亡啊！咁你又奇怪哦？點解咁猩猩嗰啲艾滋病點解會傳到嚟人類咧？咁啊，啱啱講過啦，即係如果大家有上嗰啲常識堂啊、健教啊，咁你都知道嘅，即係有兩個可能性。第一，血液接觸，邊個知血液接觸啊？就係嗰啲即係哦嚟，你有個傷口係嘛？跟住咁啱咧，嗰啲艾滋病嗰啲病毒咧，就經過由你嗰個傷口傳染。例如有啲咩方法咧，嚟共用針筒，共用針筒啊，洗牙啲黐線有一段時間試過啦。咩洗牙啲工具咧，如果冇徹底消毒乾淨咧，你嗰個轉即係咪有啲補牙咪會有落啲電鑽，咁佢轉落一個人有艾滋病病人嗰個牙齒度，咁沾嗰啲血冇洗乾淨。再轉落去你啲牙齒度，咁咪有機會傳染咯。咁第二就係性接觸，即係你同有艾滋病病患者嘅人蹲輪，咁咪會有啦。咁究竟第一個即係傳入即係人類嘅艾滋病毒係點嚟咧？係血液傳染啊，定係性接觸咧？就我就唔知道。咁你就再查下或者點。但係就馬騮有冇艾滋病毒咧？我就唔知道。哇！大鑊嚇得我啊！啱啱啊？哦，我穩穩陣陣咯，呢啲唔好喺後場玩太多嘅嘢咯，嚇、啊、都84分鐘啦。你想穩行運一條龍嘅就可以即係抌波中抌到，借我佢先，俾我拳頭，我十二碼嚟噶，啊呢、這個時候俾我射，我嚟操刀。啊，來。
我入咗去啊！你射啊！你好嚟啊！几射几射？我睇你炒啊！好，我先拔头筹。啊！个。亲自御驾亲征，砰！即刻入波啦，吓、啊！代表咩啊？已经系梅开二度，而且加上我亲自操刀，即系我系加成嘅，即系本队赢，而且自己都入咧，就我本自身行已经系成年行运带到落尾噶啦，然后成队包括你哋咧，亦都会非常之如意。新一年應該都冇咩阻滯噶啦，應該冇咩難到你哋噶啦嚇，時時咧都逢凶化吉嘅，係嘛？咁啊，行運超人嗰咩超級特大吉咁啊，行運星釘咗落去你，黐咗你個人嗰度，啊冇玩嘢啊，仲有幾分鐘兜上去咯，一陣俾人連追兩球，唔好搞咁多嘢咯，啊啊，俾上去，俾我，啱啦啱啦，哇大鑊，我以為攔到啲。好成功啦！好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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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有咩？借钱买电视位，兄弟还咗钱未？新年佢有拜会我嘅，佢咧就有过嚟揾我拜年嘅，即系佢俾利是我，即系我就话多谢多谢，但我话利是都利是俾我非常乐意收到，但系钱系未还，我话利是就不能。同錢混埋啊！我又咁樣同佢講咯，嚇利是咧就即係個數字就唔係好多，即係借錢嘅數字嘅大概幾多分之一啦？我諗下先，啊，好似200%到啦，200%定200%到啦，咁上下嚇，即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嚟嘅啫。系仲未话佢我问佢佢就话得噶啦就嚟有佢每次都系咁样咯每次追佢呢个礼拜有吓、啊、已经过咗我听呢句说话已经过咗两三年咯都系我之前我每次咧就话哇我唔想摘过年啲数唔该快啲之后佢就话得噶啦就到啲数就到呢、這个礼拜有我听我差唔多三年咯呢句嘢吓、啊、就到吓。啊系啊，祝借钱啫，兄弟，新一年还晒啲钱，希望啦，吓、啊。有系咩？有系咩？吓、啊？几时买电视？我买电视要有等佢还咗钱，我咪买部电视咯。我一路唔买电视就系因为咁样咯，就希望咩，即系收翻晒啲钱咯，吓、啊。你哋新年有啲咩特別嘢做啊？啊，有啲人新年有同我講過一件事咯，咩地鐵，佢話咩地鐵咩特惠，佢話咩生日優惠咧，係佢話咩做咗生日優惠咧，即係每月之星啊，地鐵有搞個黐線特惠活動，就咩每月之星，咁咧就每月嘅唔知邊日嘅壽星公咧就發達啦，就唔知道有啲咩平啊定點樣？跟住咧就今年二月嘅壽星公係咩二月咩29號啊？即係用咩四年一次先會有啊？咩二月29號啊？之後我心諗哇，我話咁難中都俾你中到啊！二月29號即係全港都唔知道有幾多個人係即係2月29號出世可以享受到呢個優惠啦。今年有冇29號啊？今年好似都冇29號喎、啊。嚇、啊！即係今年係冇29號，係咪代表嗰個優惠已經係跌咗落鹹水海定點？好似唔計，佢係計你出生時期嘅。即係雖然今年冇29號，但係你都會覺得黐孖筋啦。哇你啦，啊！即系根本冇心俾你啦，大佬，你谂下吓，有几多个？即系正常可能全年嘅即系生日嘅人，即系原本系好平均嘅。咁呢一个系要除四，系特别少嘅，因为佢四年一次闰年先要有啊。可能平时平均每一日咧就当有10萬人啦，全香港即系平均每一日都会有10萬人系呢一日生日。但系呢个2月29號系特别少，冇所谓。第二场和波咯，和和气气，我哋 OK 嘅1-1。但我哋最好都系照赢，吓、啊、运气不断提升啊！
好似啲咩界王拳一路系咁累积 double， 话俾你听，超级杀亚人越嚟越扁，越嚟越好稳嗰啲咯，啊！哦，咁你讲地铁系一间咩公司咯？就系好孤寒咯，极度度缩啦，冇心搞优惠啊，冇搞呢啲嘢仲衰，你如果仲火，你搞啲优惠系即系搞到咁样，你会仲兴喎？不如唔好搞啦，或者即系你送礼物。即係你送禮物，你新年都好地地送咩送啲咩金沙朱古力啊，靚靚地啊嗰啲咁樣，跟住你送粒黃豆，你喺度嚇，或者送嗰啲假嘅金沙啊，假嘅藍罐啊嗰啲，你啊呢啲啊送咗嚟你都唔方好啊，你都會覺得話咪送啦，不如就即係除非你真心，即係你送禮都係表達你自己真心真意啊，或者點你都想人快樂咧，會送啲執乜嘢啊，或者點樣啦，啱唔啱？就係咁樣咯，啊！咁啊之後咧就有一單新聞咧係咩咧？就有關交通嘅話都有一單嘅，就係嗰個今日啊。今天就有很多巴士就堵塞了交通的通道的，就是那些道路，哇，大鑊了，我們要急起直追。那為什麼會事緣，為什麼巴士會慢駛啊，還有會塞了那麼多條路呢？這樣，那話說呢，就是前幾天，好像昨天，那就有一位巴士司機呢，就被人抄牌的，那為什麼抄巴士司機牌呢？很奇怪，難道巴士司機亂那麼白痴？咁咧就點解咧就抄呢個巴士司機咧就話佢埋站嘅時候啊，即係上落客嘅時候咧就冇佢話咩車尾咧就離開咗嗰條白線，即係你見到平時咧馬路度會有個劃嗰個位置，即係咩 bus stop， 咁咧就僅通常係一架巴士嘅位咁樣，咁你超過咗咧，咁嗰日就交通警咧就揸正嚟做啊，佢話你車尾趌起咗喎，即係超越咗個區域喎，巴士區域，咁啊抄呢個巴士司機牌，咁結果咧巴士工會咧就好嬲喎，佢話你黐線嘅話，哇咁樣抄我哋牌，佢話大佬，哇咁樣鏟仲唔吹？佢你咁樣抄我哋牌，仲有天理嘅咁樣，跟住於是咧就即係佢就話趌少少啫喎，人哋都係冇心啦，佢話同埋咧就有時。你啲路面情況係搞到啲巴士司機咧焗住冇辦法係對啱個位嘅，例如佢話有好多人圍嚟泊車啦，佢話本身嚟有啲貨櫃車又塞住嗰啲位啊，係嘛？咁啊有時嚟話嗰啲交通樞紐有其他嚟的士啊乜鬼嘢，嚼啦要第一腳就跟的士啊小巴啊擋鬼住，佢話冇計嘅喎，咁我梗係趌出少少噶啦，大佬。咁咧就於是咧巴士工會啊好嬲啦，係嘛？咁咧就決定咧就慢駛，同埋佢話好啊，咁我而家永遠就揸正嚟做咯，好啊，大家好啊，各位巴士司機朋友，咁啊就大家一定要埋好站先好上落客啊，咁樣就唔好喺附近，即係未啊一趌咗少少啊一 cm 你都唔好上，就係靚啊，哇搞錯，俾得咁靚，俾逼害。咁結果就當然勁慢啦，你知一個巴士咁泊咗埋站，個站又你香港地幾大啊，係咪？咁啊泊咗埋去，可能已經冇其他位，梗係上完客，梗係慢慢開走到第二架上，咁啊梗係慢啦，梗係成個馬路咧就有咩灣仔嗰度咧就見到係咩三條行車線都係巴士堆埋一齊，堆我幾虛撼噶，你去見到我哇，跟住又塞爆曬。咁咧就即係跟住有啲人就投訴啦，就話你而家喺度話咩巴士？佢話巴士，佢話有時佢都係方便人。佢話即係有啲人就話佢方便人先至唔埋站上落客，即係話你都要睇下個當時情況先係罰啦，大佬啊！人哋又唔係冇即係人哋冇心嘅，唔係特登去做呢啲事情，係嘛？個巴士咁樣唔埋站上，即係諗下人哋都係打工仔，特登犯法，有咩對佢有咩好處？又唔係佢賺到盡，係啲錢。巴士司機啊，唔係即係佢係嘛？即係啲錢你俾嗰啲車費，唔係巴士司機代佢，又唔係話哦揸多。